各位企业好朋友，中国生产力中心陪伴您发展您的这个事业，创新走到海外，您的事业雄心我们绝对将心比心。近三年来，生产力中心协助经济部政法协助推动跨域创新国际化加值计划，我们从国际市场的重要需求、由市场通路以及呢台湾优秀的这个法人机构以及产业工协会，搭配台湾优势的这些专技的顾问能量以及呢专业技术服务机构的陪伴，我们中心是亚洲生产力组织的会员国，所以呢在海外我们有非常多重要的关键资源，那陪伴我们跟在地的通路共同探讨如何把台湾优势的能量放到海外能够争龙头角。所以我们从陪伴大家一起汇聚商机，那把我们的市场商情做完善的这个研析之后呢，把您的团队具备国际品牌产品技术突破的这些优势人力跟职能呢进行完善的这个准备以及强化之后，我们陪伴您组成台湾优势的这个生态体系，创造符合当地需求的商业模式。我们在营运模式、在获利设计、在整体的这个发展策略上面呢，陪伴您跟当地的这个落地伙伴共同创造具备台湾优势但是又能够国际落地的重要的发展的这个策略，要的协助中小企业来挑战外销，那我们一定从起跑到达阵全程陪伴。所以您放心，您的事业雄心我们一定将心比心。